每年珠海航展的时候，都会有很多那些卡车司机，跟别人说，我拿过最牛的设备或者物资这样子，因为航展期间呢，都会有很多一些物资啊，它是用过那个卡车运送过来的，从某一些地方这样子运送过来的，所以航展期间呢，我们就会在航展馆外面。顶着这些设备，运过来，然后有时候看到了就会很兴奋的。大家记得关注我们，航展前我们都会陆陆续续发这样子视频给大家看，让你们也先兴奋一下。